大家好，今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旧金山著名街区 Petrero Hill。如果您正在考虑出售或者购买旧金山房屋或访问旧金山，那您来对地方了。各位好，我是你们的地产老朋友 Frank Lee Team 的 Emma。Frank 从事旧金山湾区房地产30多年，对旧金山湾区市场上的房产了如指掌。如果您想要出售购买，或者对房产有任何问题，欢迎联系我，电话、短信、邮件都行，随时为您服务。如想要联系更多的视频，关注、点赞、收藏我的频道，每天带来更多房产资讯。Petrero Hill 是加州旧金山的一个居民区，在20世纪90年代末中产阶级化之前，这里是一个工薪阶层社区。工业最早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来到 Dog Patch，最早的居民大多是欧洲移民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Dog Patch 变得更加工业化，许多居民搬到了山上的 Petrero Hill，逐渐变成了一个居民区。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，这里一直是蓝领和工人阶级的聚居区。后来的高档化把它变成了一个以专业工作为主的高档社区，由旧金山规划部 San Francisco Planning Department 划分，包括轻工业和小企业。Petrero Hill 位于城市的东侧 ，Mission 区以东 ，Soma 以南。它北边是16街，西边是 Potrero Avenue 和美国101号公路20街以下，南边是 Potrero Avenue。旧金山市政府认为20街以下波特雷罗大道和101号公路之间的区域也是 Petrero Hill 的一部分，正如东部社区计划所概述的那样，总人口6953人，房价中位数130万美元，平均租金3539美元，家庭收入中值20万美元。Zip Code 单94107。Petrero Hill 拥有理想的阳光，靠近高速公路和火车线，迷人的天际线景观和餐馆，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高档住宅区之前 ，Petrero Hill 一直是一个工人阶级社区，因为这里与寒冷的雾隔绝，并因其靠近市中心地段而令人垂涎，同时能让你感受到拥有独特身份的住宅区。Petrero Hill 是一个团结紧密的社区，每个人都互相认识，这是一个来抚养家庭或是放松和享受生活的完美社区。如果你正在寻找一个住在加州旧金山的好地方， Petrero Hill 绝对是你的首选。截至2023年春夏6个月的数据，单户住宅的平均价格为188万美元，每平方英尺约1060美元，房屋面积中位数1750平方英尺，这段时间的最高售价为485万美元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为能为客户提供无与伦比的服务和专业知识而感到自豪。如果您正在考虑在旧金山购买或出售房屋，请随时致电我们4088280600，谢谢。